哈喽，大家好，我是塔塔拉。这个假期我在波多黎各，一个坐落于加勒比海的小岛，其旅游业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野人般的玩法著称。今天我们要尝试的活动是钓大鱼。我特别期待这一天，因为听说一月份的鱼汛很好，钓到这些种类的可能性都很高。而且我们订的这位船长一共有80条评论，全是好评，且几乎每个游客都上传了这样一张照片，这搁谁不迷糊。走，现在早上5点半，我们要在7点之前赶到码头。刚才我的朋友问我钓鱼为什么要化妆，因为我想在钓到大鱼的时候抱着照一张好看的照片。拿着我特意买的运动相机，二手的，只有正价的7折，也太会过日子了吧。这下晕船了。Are we just putting it down and then wait for the fish to bite? Yep. Okay. As soon as we get a bite, the rod tip is gonna bend, but what you're gonna do is crank down 2 or 3 times inside the rod holder. We're gonna take the rod out, keep it low. If the fish runs to the left, rod low to the right. If the fish runs to the right, rod low to the left. Finally, these fish tend to jump, so when he does, you're gonna try to poke it with the rod. It's gonna prevent him from spitting out hook.今天我们主要钓的鱼叫大海鲢，这是联邦法保护的鱼种，所以只能钓，不能带回家。Anything over 40 inches, we're gonna keep inside the water. Anything under that, we can take out for the picture. 据说要半小时到1小时才咬钩，在这之前就在这坐着，这个想象有点不一样了。我说，我以为是特别剧烈的那种运动，就哇哇哇哇哇那种。咬钩了，咬钩了，这就是鱼弄出来的水花，哇哇哇，已经弯了，哇哈，这鱼带着我们溜了一整个船，这是弹串，哇哇哇，哇，爆死了，真的假的？这不动啊，直接翻了，直接肚子翻了，哇，我操，有可能真，你别说真是，哦，还有点，还有火，还有火。到这累了吧？哇 ！Oh my god！ 鱼线断了，它跑了。再见，鱼。咬钩了，咬钩了。没有，没有，没有。哦哦哦 ！What fish is that？ That's a jackal. Yeah, they're not that common inside the bay. 哇！是录像啊？摄像？哈哈。Good job. When you're done, throw it back head first. Okay. How did you start fishing?My mom used to take me out. When did you decide to make this as a work? First year of college, I started doing it part-time. Uh-huh. And then part-time grew into full-time. Because you got a lot of money, right? A little bit, yeah. How many trips do you take per week? From 5 to 20. Wow, 20 is a lot.我出来看到一个果子，不知道是啥，我感觉有点像腰果，虽然我也没有见过活的腰果。啊？芒果？那个是芒果，这么大的树，好可爱哦！哎呦，这真是为了工作就不要命了，当网红真难啊！哇哦，路边看见烧烤摊，好香啊！
波多黎各菜就是很多炸的东西，完整的鱼上面放香蕉，我的妈呀！我刚刚问团长他们这儿最常吃的蔬菜是什么，他说就是那种不甜的大香蕉。男生们去买了刚才的烤串，这应该就是他们那个香蕉，完全没有任何香蕉味，软屁面的，吃起来像切饼，对，而且一点也不甜。谢谢，给了香菜酱，没啥味儿，其实咸的。好香啊，这猪肉！上菜喽，我们点的蒸鱼，美国很少有整鱼上桌的。这个鱼配了香蕉泥，我们还点了一个章鱼，配了香蕉饼。嗯，钓鱼视频也经常出现了，对对对，其实还蛮常见的。哇，好好吃啊！这个好像中国菜哎，它上面的那个青椒和洋葱的浇头也很好吃。其实南美的 overall 的 ingredients 和中国蛮像的。嗯。想把这个做法推荐给我妈。这章鱼巨好吃，哇，好好吃，真的。大蒜黄油，然后它里面还是放了青椒。嗯，哇哦，餐厅门口有个大海，好漂亮，好蓝啊！回家了，虽然运动量很小，但是很累，睡个午觉，下午再去玩吧。